今日2013年11月16号，十八栏今日嚟到怡宝 D 架灯嘅停车场。咁样呢度咧，今日就系 ISBC 怡宝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举办嘅第二次猫猫狗狗领养活动嘅。好，依家事不宜迟，大家去睇下呢度究竟发生紧咩事。我想问今日这个领养活动目前已经行到什么状况了？
今朝到而家为止咧，我哋已经有约莫有100只嘅狗仔，同埋15只嘅猫仔攞咗过嚟呢度，俾人领养嘅。咁目前到而家3点钟下昼咧，已经领养咗接近50几只狗仔，同埋8只猫仔。啊，成绩都出乎意料啦，都非常之唔错，都好活跃啊！啲人都好热心咁啊嚟领养啲动物，我哋都好安慰。好，今日其實你哋有冇 set 一個你哋今日其實嘅目的係想達到數量會係幾多嘅咧？已經超出咗啦，我都係嗰句啦，又俾人領養咗10隻，我已經好開心噶啦。好，咁樣以我所知道啦，你哋 ISBC 咧接落嚟都仲有幾個睇頭嘅活動啦。咁樣可唔可以為我哋大家講解一下你之後會有啲咩活動咧？可以嘅，咁就響12月8日咧，跟住落嚟下個月嘅12月8日咧，就係我哋呢個 Food Fair。Food Fair 係我哋 SPCA 嚟。傳統的每年2次的 fundraising， 即是我們傳統的籌款活動來的。一次就是這個 Annual Dinner， 即是周年晚宴，第二個就是這個 Food Fair。Food Fair 是我們每年都會拿來籌錢來餵動物的。今年我們就會在這個 Festival Walk， 就在怡寶花園南區的 Festival Walk 那裡舉辦一個大概有成30多檔的小食食物中心食物擺檔的，我們拿來做義賣。咁賣到嘅錢咧，我哋都一樣係攞翻去 shelter 度餵緊我哋嗰200几隻流浪狗。跟住12月18日咧，我哋亦都邀請到一個吉隆坡著名嘅兒童合唱團落嚟，為我哋做一個慈善嘅演唱會嘅。咁樣嗰度我哋有一樣籌翻嚟嘅錢，我哋係攞嚟做 TNR，TNR 意思即係話將啲動物流浪動物閹割咗去。我哋要就係為咗防止更多嘅流浪動物喺街上面。我哋就搞咗2次活動，就一個就係 adoption 啦，就盡量將啲流浪嘅動物執翻嚟，整乾淨咗，沖乾淨涼，做好預防針，做咗導蟲嘅程序，我哋都會攞過嚟呢度俾人領養。第二個就係 TNR， 就係將流浪嘅動物捉到咗之後，送去俾獸醫局，將佢哋閹割，響佢耳仔嗰度打個記號，然後放翻出去。若然好啲嘅就攞嚟呢度俾人領養，若然唔得嘅，十分年紀大嘅。或者有皮膚病嚴重的，我哋都放翻去。你邊度揾到佢，就放翻邊度。個 TNR 嘅經費就都幾食力噶。呢個經費係一個好龐大嘅經費，所以我哋喺呢個慈善演唱會嗰度所籌得嘅，將會同3個 shelter 庇護所啊，呢個動物愛心嘅庇護所一齊嚟分享同埋分用一筆錢。目標就係要盡量一年入邊能夠為怡寶嘅街市。500只流浪狗的目標，依將佢哋閹割咗去。依個係我哋幾個比較大型嘅 shelter 想要做嘅嘢。好，咁我想問，如果去有一啲比較熱心嘅商家，佢哋想去參與你哋嘅義賣啊，甚至乎你哋嘅依個演唱會籌款活動，佢哋可以透過點樣嘅管道嚟得到資料同埋參與咧？一般上我哋最基本嘅方法就係 Facebook 啦。你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我哋嘅網頁啦。又或者是直接打電話給我們，目前我們只有這兩種最直接的方法聯絡我們，就是打電話和 Facebook。 好，這樣我想問你們的義賣活動，如果是外面工作人士想去那裡參與你們的事，去 join 你們這個義賣活動的話，他們是用以怎樣的方式去令我們籌到這個款項呢？他們可以，我很歡迎他們。其實我有很多啲搭篤搭癲嘅啲朋友咧，出心出力。點樣去做呢？佢哋會自己租個檔位、派張袋，自己煮啲辣絲辣媽，煲啲紅豆沙嚟嗰度，將佢哋嘅食物分享俾朋友，同埋收一啲錢款翻嚟嘅。依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OK， 好，跟住依一隻好似你哋依個義賣活動會係用點樣嘅方式咧？例如你係用現金交易啊，定係你會賣飛啊？我哋都係賣股本嘅，一本股本10蚊。咁樣嘅股本點樣賣咧？你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揾我哋啦，又或者係嚟到現場嗰度揾我哋，我哋都可以將嗰個股本賣俾佢哋。係咁啊。好啦，今日我哋訪問 Ricky 咧就暫時係咁多先。So 希望大家可以盡你哋可以盡嘅能力嚟保護一啲真係流浪喺街上冇人照顧嘅貓狗。